啊，这个500啊，明天继续来这边调查。这边现在应该已经接近退水期了，也不知道状况，来看看了，应该水都变浊。一样哦，今天来是来钓个草吧，对不对？不钓草，对不起大家，一定是要钓到啊，对不对？有钓有机会的，钓有建议说要喂养。不过这个有时间的，如果你是草鱼的话，会不会吃这个？绝对吃啊，超香的，这个啥？钓鱼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不需要把它搞得很复杂。太复杂的东西我不太懂，很嫩哦。还喷汁欸，超嫩的，赞赞赞！地下假草空，脚下是可以钓，不过这个水流现在降太多，大雨应该也不易潜，所以找个下面看看会不会比较有机会。再深一点的地方看看，蛮多的。我很瘦，应该饿很久。这个回流区或许有机会。不错，标点很棒。OK， 我看得到鱼，应该是很浅。
在炒的咬炒的痕迹，有没有？对，因为它吃到这里要很久，所以把它缩短。好，不会很大的，但是不差。OK。有时候的雨就是干净的溪都可以这样钓，现在只有污染的河川可以这样钓。
超头大大的。好，我是伍佰啊，今天一样在这个大理溪这边做钓，再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不要的鱼啊。OK， 啊，现在就是布下一些诱饵，啊，下次有机会在这边钓吧。好了，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